今天是8月31日，那今天我们看一下浪况，有稍微啊比较有浪潮的感觉。那通常这样子的话，阿兰会觉得比较好钓一点啊，因为如果是水比较近，或者是没有什么浪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小鱼居多。不过还是要试看看才知道。开始吧 ，Go！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是低酒黑牛以及钓鱼台诱饵粉。这个是我们早上已经调制好的 ESA。今天会使用南极虾，搭配大哥大的冷冻饵。今天的浪有点大，偶尔会有长浪。水算是稍微清了一点。开壶，耶，来吧，耶。
拉力很不错的搭壳。Yeah。现在的天气非常炎热，那阿兰习惯上就是会带一瓶结冰水，然后再把自己喜欢喝的饮料放到结冰水里面，这样在夏天你就可以喝冰凉的饮料了，因为今天真的好热啊。
耶耶耶，现在时间大概是上午9点左右而已，9点多一点点。不过今天的太阳实在是非常闷热，虽然今天浪潮比较汹涌，所以鱼群咬饵也比较活泼。不过这个天气真的是要补充水分。那今天一开始呢就中了尾体型还不错的沙格，那之后呢陆续都有中岛啊、鲁比娜、回链以及搞康啊，非常多的鱼。那最后就挑了几尾带回去，甚至在最后还拉到尾沙格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。我们下周再见，谢谢你们哦，拜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的成绩。那今天开始就中了尾，料吧。放生以后，这个鱼群就开始不断的狂咬，有这个沙格，已经相当不错，也很有拉力。那中间有中了一些鲁比娜、岛啊，还有一些杂鱼等等。今天的鱼群非常活跃，甚至到最后下课鱼还拉了尾沙格，非常有力。